那有一个好处是什么？他们家帮你把笔准备好了，所以你在录影的时候有需要用笔啊，来，哎，同学哈，请看一下这里哦，有没有？就画好了，而且呢，你不需要的时候你可以暂时收起来，笔记会留在上面，你可以继续操作哦。你看，我就有没有发现笔记会留在上面？如果你真的要擦掉的，在这边有个橡皮擦，有没有可以擦掉？或者你要用其他的，哎，我要用框框的，哎，注意一下这位老师有没有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 YouTube 频道，这样有了解吧？好，那这样还不够呢，因为有时候老师需要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啊。你不觉得老师有时候需要出来跟大家见见面吗？你可以把自己画面弄出来，只是我现在这边没有连到啊，因为这一台我现在正在用啊。啊，有，这里有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呢，你觉得这里碍眼，你可以放这里啊。画面不喜欢，可以摆这里啊。好，我已经跟大家见面完了哦，所以我就把自己关起来了哦，可以吧？就这么简单。那么好了之后呢，你如果觉得 OK 的。